看我家领导上阳台视察工作去了，我刚收拾完一半阳台，你们说，这个小人不听我的行吗？能干，真是的，咱们干出来了，咱们就有话语权，是不是？嘚瑟哟。阳台就这地，我拿缝隙刷刷呢，你看这脏，这底下这你看这缝儿那儿，这边给它挪这头来了。扔出一个这架子，断舍离嘛，乱。你看这缝儿是吧？可以刷。是不是干净点儿了？你看这边，这就有耐心慢慢刷。好用吧？这在阳台收拾出一摞碗，你看这个碗，还是我闺女小时候幼儿园时候的呢。这是隔热的，留个纪念多好。你看这勺新的，还没开封呢。拿来平房去，那儿也没碗没盘子的。哎，多呀，这破盒子就扔了吧。现在开始收拾客厅，就客厅这个沙发这个布，我当时买时候挺喜欢的，一到家我就不喜欢了，我觉得买太怯了。但它纯棉的，直播间买的，然后给它翻一面，不是白色的，我一看，但它这面不是纯棉的，嗨，反正冬天都穿着衣服，也不贴身，无所谓，等两面都脏了我再洗，偷懒儿，是不是白的就立刻显得就干净了是吧？就是你桌面地面一干净，然后东西再一少，立马这屋就利落了。尤其是窗帘，你再配一个好看的窗帘。我这边一直没安窗帘，嫌麻烦，反正东西越少越好嘛。对了，这个洗涤机啊，现在1月份年货节搞活动呢，便宜了好几百块钱呀。现在跟客服提兰兰粉丝便宜，然后他还送2个清洁液、2个滤网、3个滚刷。就是他那赠品啊，赠品是，就是你机器到了以后，你点确认收货，那边客服马上发货。赠品就是那滚刷呀、清洁液呀，还有那个滤网，挺不错的。我把它放在视频下方链接哈，我橱窗里也有。看着黑摊儿，哎，干湿分离，倒掉。重新拿吧，瞧瞧这乱七八糟的，这瓶是不是没了？我也是瞎买，洗鼻子。你看看多脏！我发现这个缝隙刷特别好用，就它吧，多功能，干什么都行。就我刷这个，整个都不用下手。这以前要拿铁丝啊，拿牙刷啊，那牙刷毛软，刷不干净。它这特硬，连那缝里边都能刷到，特别干净。才4把吧，才不到10块钱，特别合适。所以呢，好的东西我就会给大家老推荐啊，又便宜又好。你看这里边这缝都能刷到，要不然你怎么手也进不去，什么布也进不去。这么擦的，因为我拿着手机呢，所以不方便干活，一只手拿着手机拍呢，这个是吧？这边刷那边，淋浴头一冲就倍儿干净。你看一冲就干净。我发这个缝隙刷，我橱窗里链接里都有啊，橱窗里您就慢慢找。干净的，看看这些东西，这是闺女的，也不知道干嘛使的，全是英文，咱也一个看不懂的。还挺香的，拧开了，这是护发素、护发蛋白霜，这个是燕窝氨基酸精华奢养护发素，这是我的，这可好用了。
坐姿身体摩擦包甩出面，这就看着控油茶籽曲线，用开光就能看，用开光就能看，这是一个孩子正常的动作。行了，这上面有我的，有闺女的，洗头的，洗身上的，浴液，护发素，护发素这有一个，这是不用的，没有用的。这边都是，这是洗衣服的凝露，这是洗内衣的，洗袜子的，这是不用的牙膏，这是洗鼻子的，这是洗内衣的，这也是洗内衣的，这也洗内衣的，这个也是。下面呢就是。这也是洗衣服的，搁的那小花珠珠，洗衣凝露特别好使，消菌啊什么的。这是刷鞋的，这出去玩儿时候带的蓝月亮。行了，哎呀，这边弄完了，这边刷，这是刚刷，这个更硬一点，也是刷缝儿的。这是搅快递的剪子，搅头发的。这是我们的牙刷、牙膏，刚才我扔了好几个牙刷。这是刷牙的，这也是漱口水，这也是刷牙的，就是让牙洁白。牙粉，这个呢，消毒含氯消毒液，外用口服，干嘛使的？这是不知道干嘛使的。这瓶洗手液，用完了再用它。行了，就这么着吧，算了，还是搁这儿。这个搁这儿，好了。地还不干净，地应该再刷刷。行了，就这么着吧。挑我闺女的袜子，她要攒好几双一起洗，我不管。干完了，我烹两根老玉米吃，十分钟就好。它这本身就八成熟的。然后我把这粥，昨天给闺女熬了一锅粥，我们俩今儿喝一天粥，还剩一点，给她喝了。你看我那天买大芸豆，一煮这么大根儿，多大根儿？这是他炒的虾酱，依旧。待会儿再吃个老玉米，得了，一顿饭，利落点了吧？阳台我也收拾完了，看，是老玉米，嗯，香。现在下午5点，整整一天，利落了，舒服了。那边屋，那边屋，楼上还没收拾。他们家老张这些盆儿他不让扔，我给搁外边都跟我嚷嚷，搁外边那盆儿都坏了。他是为了留着，洗完衣服接脏水的剩米饭，他就搁在这儿了，这儿凉了。晚上他吃米饭，他说他不饿呢，我都吃完了，吃两口米得了。我这吃饭就是好两天坏两天，呵呵，营养均衡。今天晚上闺女下班，人家和她男朋友出去吃饭了，就我们俩凑合了，倍儿困，干了一天，溜溜干一天，没敢睡觉。不干马上就过节了，还好多事儿。你们都收拾屋子了吗？拜拜，没跟你说话，跟我的网友们说话呢。老张还搭茬儿呢，真逗。